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今集嘅嘉宾出名托得，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揾佢分享，当然唔系单单因为佢健谈，而系因为佢对香港流行音乐有巨大嘅贡献。无论做人做事，他都一直抱住堅毅的態度。大學問今集嘉賓是 Eason 陳奕迅博士，我們一起傾音樂問態度。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當重新手拖手去上學堂。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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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好開心，好開心入到香港大學個禮堂。歡迎你，歡迎你。我擺低得㗎啦，俾你。係啊係啊。大家耶！俾大家去下手啦。好 ，Eason 今日覺得我哋個 setting 點啊？得唔得啊？咁啊，好正啊！呢個真係。很有心思啊！多謝你哋，多謝你哋。係啊，其實我哋今日、那個、你們真係全部都是大學生嚟㗎。係啊，不如大學生嘅嗌啲聲嚟聽下好唔好啊 ？OK， 好好多謝你哋，好多謝你哋今日啊 ，having me here，thank you， 多謝。係啊，真係好多謝 Eason 今日你嚟啦。咁我哋其實今日成個主題都係希望即係。傾下即係藝術方面啊，同埋 Eason 你自己本身即係一啲平時唔會喺雜誌度睇到嘅嘢啦。喺節目開始之前咧，在場嘅每一位現場觀眾咧，都可以一人一票投一首認為最能夠代表你嘅歌曲嘅。咁你自己又覺得會係邊一首咧？喺而家呢個時期，我都諗唔起嘅，暫時，因為我真係有幾百隻歌唱作，都係。係啊，我四十二噶啦。雖然 I don't act like it， 即係我唔係好似啦。今日個髮型都係好後生嘅一個造型嚟嘅。喺屋企啱啱落雨漏電，但係就唔會啊！好切合我哋今日野餐 feel 啊嘛，所以 casual 啲咯。即係一陣有可能有兩隻雀仔喺度，即係 land 喺我頭度，好有歸屬感啊！跟住哎呀，揾到屋企啦！咁不如我哋事不宜遲，我哋即係睇下。觀眾投選嘅結果係乜嘢？我哋不如一齊企起身睇啊！係啦，係會喺大熒幕嗰度先。哦，出咗啦！哇哇，其實都接近喎。第一個結果係富士山下，第二個結果係傾城，第三個係陀飛輪嘅。哦，陀飛輪，富士山，點啊？我想知點解啊？其實係啦，如果講起富士山下呢首歌嘅話咧。你演繹過咁多次啦，咁多年嚟，咁你嘅了解呢首歌嘅意思係講緊啲乜嘢咧？呢只歌係我唱嘅時候咧，就其實唔係好明只歌講乜嘅，係真嘅，有好多歌都係咁嘅。我聽呢只歌咧，我就覺得只好旋律嘅優美嘅歌。demo 係用國語唱出嚟嘅。好像我聽到的時候其實不是很大反應的，
但係我都嗰陣時應該零五年啊，唱片公司好著弱嘅呢一個，唱片公司就覺得正啊，聽到錢嘅聲音，即係覺得哇，鈴鈴鈴鈴鈴，台灣都有好多，哇，聽到錢嘅聲音，即係哇，好正啊，即係一定好買錢啊咁。咁所以我就聽完呢句，我就更加少少反感添，即係覺得即係喂道不同啊，即係覺得你哋聽呢，即係咁佢哋真係一個生意嚟嘅，我明白嘅。但係我就麻麻地呢啲 comment 嘅，通常咁我就唔出聲。但係我明白我哋係做嘅一個商業嘅行為，所以係佢哋開心咧，變咗我都有得繼續做。所以他們開心是 OK 的，他又不是說整隻碟十隻歌都是要全部都要富士山下、獅子山下、扯旗山下，即不用全部不用全部都是的，所以我是 OK 的。那唱到唱了，真的唱過內容的時候什麼話難路雨片似雪花，即咩係難路雨咧？好大雨咯！即係我就即刻諗起喺大潭水塘嗰條橋啊，個水壩上面嗰條路，因為係平時冇落雨都好窄噶啦嘛，都好難。即係哇，嗰度落大雨，哇！真係攔住啲路，我喐都喐唔到，好勁啊！啲雨水淨睇唔到你，就算個水壩係咁樣，都係睇唔到。哇！偏似雪花。哇，好優美喎！即係阿林夕真係勁啊！咁啊，飲泣的你凍嗎？你喊緊凍唔凍咧？咁大雨，我哋仲企個雨度，定係喺個車度咧？你凍唔凍？即係喺度諗緊好多畫面啊！咁即係跟住，哦，原來唔係喎，就諗起原來佢喺度將我件風褸磨到似襟花喎。即係我喺度諗緊啲畫面，因為我係好。即係自問啲中文唔係好好，咁但係哇，即係佢喊得好，即係係啦。咁但係到最尾，即係嗱，唱完之後，其實我就理解咗嘅，即係唱完之後嗰個 session 咧，即係我就翻屋企再咀嚼啲歌詞，因為我真係要 represent 呢，我要講呢個故仔，我要明白佢講乜，就係佢係即係其實好簡單啫。我唔中意你㗎啦，你走啦。我使唔使除埋件風褸俾你？反正都巢到咁啦，即係你俾你捽到係嘛？你還嫌不夠，我把這陳年仲要擺咗好耐嘅陳年風褸送贈你解咒。The spell is off， 即係 take it away， 我都唔想要有件風褸啦，你攞去啦咁。但係林夕就好好。亦都好叻，用一啲好靚嘅畫面、好靚嘅字嚟組成咗啲咁靚嘅畫面，應該話，而令到大家都有共鳴嘅。其實呢個係好難。即係唱首歌嘅時候會呈現到個視覺場景出嚟。係，呢只歌係有嘅，唔係隻隻歌都有。同埋佢叻就叻在咁密咧啲音咧，佢都可以填到啲字落去。因為真係好難填嘅，你諗下，誰都只得那雙手，靠擁抱亦難任你擁有，要擁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即我而家有時唱呢個歌咧，有時真係可能去咗個，即明明好正經嘅，可以即係嚇個心態，但係有時唔知之前睇下個演唱會唱啲咩歌咧，因為一路 tour 緊啦，咁即個百幾場你都要諗下係咪有唔同嘅演繹嘅，咁有時係。即係輕鬆咗，唱完之後可以了，啊，鬆曬。鬆完之後唱呢只咧，噔噔噔，啊啦，啊個心態好似啊，不如即係有時係咁樣嘅，即係有時就係、是、即係真係好正經。唉，我嗰日其實心情麻麻地，難路雨片，唉，就會咁講嘢。但係有時你會。難路雨片似雪花，係飲泣的你凍嗎？有時會變咗許冠文上身咁講嘢嘅，變咗唔知點解。咁所以有唔同嘅角色扮演嘅，其實即係呢個好處。咁就會好輕鬆咁唱，其實就唔係好説教，或者又唔係好自己
即係好憂鬱咁樣自己喺度講緊嘢，同自己自言自語咁。咁所以唱歌好玩就係呢樣嘢咯。個台係你嘅，支麥喺你手上。佢嘅音樂就算點變都，你都可以用唔同嘅態度去唱。但係你又點樣詮釋的觀眾覺得呢一首歌係代表你個人嘅呢一個意思呢？有呢啲粉絲咧，就係喺即係你啲朋友啦。有一個咧，佢就好得意，佢次次出嚟都語重心長咁想問我一啲，同我講一啲嘢嘅。點解咧嗰個歌手咧？點解佢咧唱歌？我覺得佢唱歌咧，佢係唱緊歌咯，比。即係唱歌咯，咁但係點解你唱歌咧？我覺得你係講緊我個故仔咧。咁我覺得呢樣嘢好神奇嘅，因為我真係唔知喎。我好似睇緊一本書咁，我係睇緊，我係投入咗落去睇緊書，而咁啱我又 OK， 我讀埋出嚟，你聽到，你覺得我幫你講緊你個故仔係咁咯。咁我好 appreciate 呢樣嘢嘅，但係我又冇特別去諗，我一路即係我要唱歌，我就要 keep 住呢個態度，我冇，因為我係同大家一樣嘅啫，我都係其中一份子啫嘛，我都係咁樣入去睇啊，哇呢、這個作者好嘢寫，哇正，哇呢、這個意境，即係我係我的感受嚟嘅啫，我好自私嘅其實，或者好自我咧，應該話唔係自私嘅，我冇特登話要唱啲歌俾。我唱完呢只歌咧，啲大學生考得唔好咧，就會有自愈嘅能力噶啦。即係抬頭吧，相信愛你便能飛，你就會係唔緊要，考多五次都唔怕。即係我冇 intention 去咁嘅，因為我係投入做緊我自己嗰樣嘢啫嘛。原來佢係。真係唯有就係多謝上天或者父母俾咗呢個天賦我去可以原來有呢種咁嘅效果，我覺得好神奇嘅其實。呢個係此時此刻嘅陳奕迅啦，咁但係我哋今日嘅節目就係大學問啦，咁我自己就有少少想知道大學時期嘅陳奕迅，咁嗰陣時你就即係讀下書就翻嚟參加咗新秀啦，跟住就正式出道成為歌手，咁當時突然間放棄學業翻嚟做一個歌手，其實。嗰陣時廿零歲嘅陳奕迅諗緊啲乜嘢咧？我以前真係覺得有乜大不了啫，即係啲人即係大家討論係會講話啊，佢嘅爸爸一定會好唔高興啊，好似冷戰咗好耐啊，因為佢係一個professional， 一個甚至佢有一個叫做 MBSC 啊，即係碩士學位啊，好努力、好刻苦去係一個好專業嘅工程師，咁就會話覺得。唉，即嗱，佢當時係覺得，阿仔，好多成功人士咧都係讀 accountant 出身嘅，即好多社會嘅賢達，可能喺香港啦特別，即一個 professional 嘅 accountant 係會有好好嘅收入，都係嗰種思想。咁我就嚇、啊、我其實麻麻地計數嘅，但我計數叻嘅，到後尾話，其實你想讀咩咧？咁 A level 嘅時候揀咗 physics、math and art， 再加多科叫做 AS， 我唔知道你哋而家仲有冇呢樣嘢叫advanced supplementary， 即係 AS level 嘅chemistry。全班就得兩個人嘅啫，就得我同另外一個同學，所以好正，好似私人教學咁。我好叻啊，個 grade 攞咗個 C 嘅。因為我 physics math and art 都係好似三個 D 嘅，對於我嚟講都好，係咪？我唔知啊，有時過三就得噶啦，我哋成日都講。其實係㗎，其實我自問讀書唔係好叻嘅，咁運動同埋 music drama 嗰啲就叻啲嘅，咁呢三科 math physics and art 最好梗係讀 architect 啦。咁我爸爸又係一個即係喺 construction industry 裏邊建築。嘅一個好有多啲有多 uncle 係同啲同事啊嗰啲，即係又即係起碼可以教下啲細侄第時嚇，幫下佢啦，俾啲經驗佢啦。咁我做暑期工又做銅鑼灣嗰個圖係我送嘅 Times Square， 我有份參與嘅行過去嗰段路嗰陣時，係咁嘅上到上面嗰啲貨櫃咧，哇咁高嘅大佬，係啊 ，anyway。
咁嗰陣時，佢覺得做 architect 即係幫我鋪路 architect， 哦好，即係咁，但係我又覺得，我當時純粹係真係唔知道有個傳聞就係話最後一屆新秀歌唱比賽，1995年第14屆，咁我就因為之前嗰屆海俊傑攞咗冠軍，咁我就喺屋企英國嗰陣時冇咩啦，就睇錄影帶。幾勁喎！佢同毛啟然啊喺度飆音、飆高音，即係一高一個高一度咧，啊半度啦 ，semitone 一高一個就又上一級樓梯，好似佢仲有課過吳啟然喎。嗰陣時聽到，哇好勁啊！咁跟住就我就戇講咗一句嘢，我就啊，如果我今年參加，應該同佢有得練下，講咗出口。咁講，我當時嘅嫂就喺後邊話：，你咪到時就係咪咁咯？四廿幾歲睇緊三廿幾屆新秀話啊，想當年如果我參加，我就唔知點樣好叻咯咁樣。即係佢係咁嘅，我個嫂好鬼猛。咁跟住我就即係第一次，即係我個人係咩咧？就係有啲咩忍唔住就講出口。咁嗰次係唯一一次就係話我。如果要做，我就唔講。好，我下年參加。講咗改，即自己同自己講咗一句。好，咁結果我下年真係滴起心肝。讀到第二年嘅時候，原來嗰、那個即係 Kingston 嗰個 architectural course 咧係我有啲嘢要 retake 啊。有啲 modules 要做。咁所以下年翻去第三年 year three 又要讀翻 year two 啲嘢，所以其實有少少唔係好想再。即係好似好渣咁喎，讀得唔係幾好喎，做啲嘢出嚟啲 tutor 又成日批評話 nothing personal but you know it's 即係好似同佢又唔夾，又啲女同學又唔靚。重點嚟啦！唔係讀 Archi 嗰啲喺嗰間係比較信息，咁嗰個年紀你明唔明啊？好緊要啊呢樣嘢，咁我又唔識得讀 commerce。即係嗰陣時，佢話：，呀，解讀 commerce 啊，靚女喺曬嗰度咁樣。咁跟 anyway， 即係好有啲沮喪。咁跟住話，的起心肝落機，即刻去見聞會社，即係禮頓道一號，就俾50蚊就參加啦。參加咗先算。即係有一下，即係我多謝我嫂，因為佢鼓勵咗我。一年前即係谷下氣咁啊，好就遞方唔做暑期工啦。今年就參加新秀啦，反正最後一年啦。咁結果就贏咗。其實幾得意嘅呢個拖咧，俾到我喺 APA 嘅時候感覺嘅，好開心嘅。其實嗰陣時真係好緊張。你如果大家有片睇嘅咧，我成晚唱歌隻手就係咁嘅，好似捧我係嗱嗰條咁嘅有嗰條褲咧，哇！係嗰啲嗰陣時唔知係流行啲咩 PVC 啊，啲膠嗰啲啊。我話俾你聽，我嗰陣時喺呢度 stand by 啊。就係、是、有間咁嘅死人燈，直情喺呢間燈嘅呢度，哇！一路曬住條褲，你啲膠差啲著火咁正。嗰個熱到咧，淨哇！我裏邊係流緊汗，你 feel 到我哇！嗰、那個位係即係個背景係得咁多，啱啱一個嗰陣時瘦啲啦，即係哇一個位咁樣喎，咁跟住喺度呢眼燈啊曬住我，哇！點啊？好容易啊！好勇啊！咁啊，其實嗰晚嘅裝束係成個純壽司咁啊！如果你睇翻網友嘅條 YouTube 片，即係條領係好大啊！咁嗰啲咧，鱷魚皮膠嚇，咁、啊、一出嚟啊，一播就好正啊，好緊張。但係我將所有緊張嘅嘢就腳已經生咗筋，跟住浪在叫，雪漸飄，魚捧餐咁啊！你有冇見過啲人？我都不知點解我隻手會咁緊張，所有啲去曬隻手度。舞台技巧嚟嘅，我唔識噶嘛嗰陣時，即係我學嘅嗰啲，即係嗰方即係嗰啲咧係咁噶嘛，即係隻手擺側邊，咁即係唔使咁嘅大佬，又唔使揸麥。anyway 係好玩嘅嘅啫。哎呀，多謝你帶俾我帶翻去以前，哇！21年前。咁我哋不如 fast forward 下啦，轉眼你已經係一個 daddy 啦，咁啊做咗個爸爸啦。哇！好快啊，好快啊！突然間我哋一跳，底都攤埋啦，係啦，係啦。咁如果有一日你女女突然間同你講話，爸爸，我唔讀書啦，我要去追尋我嘅夢想。咁
依家你有咩反應咧？我又唔係特登，但我久唔久我會問佢誒，即係而家都會嘅，即係你想唔想，即係想唔想，你中唔中意唱歌㗎？咁佢中意嘅，佢有講過話麻麻地嘅，即係唔知係咪佢見到我，我冇同佢深入研究嘅，我只係問下佢，但係佢就而家成日即係聽啲外國嘅歌多啲嘅。咁但係我好，其實有一下幾開心嘅就係有一次唔知佢哋同啲同學去唱卡拉 OK， 佢唱陀飛輪喎，即係佢識嘅，即係佢係佢識嘅。咁我就覺得嚇，即係佢喺我面前係表現到佢唔完全興趣係冇嘅。咁但係佢竟然唱我嘅歌，我係覺得哇！啲歌幾勁喎，原來都我試過有一排喺北京，跟住有啲富二代，佢話。啊 ，Eason， 你那首《陀飞轮》真的太棒了，好太牛了！这个说到我的心坎处，我真的真的太哇！即係佢當然有啲第啲助語詞嘅，仲有。咁我先覺得啊，係睇佢個樣都係廿零歲嘅啦。咁你係有監，咁我即刻我一路望住嘅時候，一路諗緊啲歌詞。過去十八歲沒戴錶，我心諗你都冇，你都應該有錶戴嘅，不過你唔戴啫。咁一路諗啦，係喎，咦？霎眼廿七歲，時日無多，總不敢偷。啊，你終於明啦，都好啊！即原來。他們是真的真心 feel 到，覺得可能我從來都不用擔心這些事，覺得是我應該要有一些事去有自己的事業，有些事要努力的，要爭取的。那說回來，由新秀那段路開始走到現在，二十年來由當年唱《愛是懷疑》跳脫的陳奕迅，去到現在會坐在這裡靜靜地唱四季的一個陳奕迅，你會不會說到一段時間是話係你嘅快樂時代咧？一段無憂無慮、最開心嘅歲月，你覺得會係幾時咧？我可以同大家講係而家其實 ，now 即係而家係最快樂嘅其實。當然以前好多嘢都好快樂，亦都好多嘢都有唔快樂嘅。不過我係 tend to 淨係呢個係我諗我好彩啦，就係我淨係記啲快樂嘅嘢多啲嘅，即係我淨係記得多啲。那些不快樂的我收得很埋的可以，所以其實大家很少見到我喊的，即是頒獎禮又好，公開場又很少見我，我原來很厲害收埋這一面的，通常是我看戲啊、看書啊，甚至看報紙，有時先會那個 negative energy 會洩一些出來咯，我很少，我很懂得不在人面前喊，所以你話我快樂時代係而家，因為我覺得我哇呢個問題會去咗好遠，因為亦都係我做完咗呢個好長嘅 touring 嘅唔係淨係呢三年幾做135場，但係其實我由2007年嗰個 moving on 咧，十月至十一月，我記呢啲嘢記得好叻咁，點解即係啲數字？2008年嘅2月2號喺開始喺中山足球場，喺而家都冇咗啦個球場喺台北。一路做 tour 做到而家，仲要不斷出碟，仲要不斷拍戲拍廣告。而家係我真係踏入咗個新嘅一頁。我想點解？我知道大家係好每次有人話啊，你幾時喺香港開 show？ 其實我好想，但係我發覺我喺舞台上邊。唱一個很有規模一個演唱會，其實做得太耐，中間試過厭，試過啊，仲係好正，但係我而家係要慢慢沉澱後，或者吸收啲新嘅嘢。I want to live my life， 即係想有翻個生活啊，我先至再諗我係點樣去做一個 show 係可以唔好淨係話哎呀一啲燈啊。有煙花啊，或者個舞台個機關點樣喐啊，放啲咩好靚嘅 image 落去啊？嗰啲我覺得已經大家都做緊啦，可唔可以做一啲特別啲嘅咧？例如全企位，但係啲觀眾走嚟走去，我可能係喺上邊嘅，
你哋咁樣睇 show 噶？唔係，當然一定要有原因噶，即係唔係話哦，因為咁要去做。其實一定有啲變化，裏邊點樣？可能喺一個好細嘅場館裏邊做一啲好 intimate 嘅嘢。其實我其實今日做呢、這個大學問呢件事，其實都係想可能有啲嘢講講下咧，平時噏唔到出嚟嘅，噏下噏下就會噏到一啲 inspiration 出嚟。他长大得太快，会令我觉得自己伟大。不知道你有没有即什么方法，或者是去令到广东歌在华语乐坛提高他的地位咯？你会不会讲到一段时间是说是你的快乐时代呢？一段無憂無慮、最開心的歲月，你覺得會係幾時呢？我可以跟大家講是而家其實 ，now 即係而家係最快樂的其實，我其實今日做呢、這個大學問呢件事，其實都是想可能有啲嘢講講下咧，平時噏唔到出嚟嘅，噏下噏下就會噏到一啲 inspiration 出嚟。喺我的世界啊，呢我嘅 POV 應該話我嘅 point of view， 覺得大家是疏遠咗嘅。習慣了啫，係習慣了暫時，你還你，我還我，好有自己的 ID， 好有自己的睇法，但是缺乏了很多互動是，是physical 的互動。我想 encourage 呢樣嘢多啲，即係鼓勵多啲，係無論你咩嘢身份、角色、階層、性別，你都可以。可以大家有啲 human touch 啊，即係 yeah， 即係有多啲係我點解揀佢係大家明啦，大家明㗎啦，即係始終有啲嘢要遵守嘅，即係唔係幾好，唔係 OK， sorry， 多謝你 Eason， Eason 咁啱啱講起生活上面嘅一啲細節啊，一點一滴或者嗰個 inspiration。咁最近有冇啲嘢係令你覺得好著迷、好過癮嘅？係反而音樂會有啟發嘅。曾經我係好中意儲嘢嘅，我係連三樓都儲嘅。可能係一種 meditation 嚟嘅。一件恤衫有個士啤樓，你永遠都唔會用到佢嘅。即係有時即係我係咁啦，甩咗咪甩咗咯。佢唔會真係好心機啦，可唔可以自己即係？補翻佢咁，咁我將嗰啲士啤樓咧就擺咗喺啱嘢度，咁又由佢咯，即係變咗個習慣，即係呢種慢慢形成咗一個叫 OCD 啊，即係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強迫症嚟嘅其實，即係聽講咁啊，碧咸都係個雪櫃要即係只可以單數嘅汽水，佢唔可以有雙數咁，成日講笑同朋友咩都儲，除咗儲錢之外，咩都儲，波鞋又儲啦。單車有五架係冇乜點踩嘅咧，有時即係係咯，而家越嚟越中意抌嘢或者捐嗰啲嘢，唔需要嘅真係慢慢逐啲即係等佢揾個好主人家咁咯。而家係越嚟越係咁，出衫得㗎啦，著嚟著去都嗰啲嘅 T-shirt 又係著嚟著去嗰幾件。咁我諗其實即係儲嘢應該可能都會俾到一啲即係創作嘅影響你啦，即係會唔會唱歌嗰一排儲緊三樓嗰排可能會有一啲即係影響咁樣嘅。我相信已經係潛移默化咗啦，即係可能有啲人話點解你唱歌咁有感情？可能係因為某一個時段發生咗啲嘢，嗰個即係我好多 locker 喺度咯。自己就擺埋一邊，體會咗、感受咗，咁唔知點解又冇 plan 嘅，唱唔知可能富士山下嘅時候我就攞翻出嚟咯，識得即係咁咯，可能係咁樣嘅。我因為我個人幾 go with the flow 嘅，所有嘢都覺得咁樣先至。我通常發脾氣嘅時候就係因為個 flow 唔啱咯。咁但係而家我學識咧就係唔好發住，即係一發脾氣係唔好嘅。咁盡量啦，有時唔出聲咯，即係係咯，沉默啲，
沉一沉淀咁样咯，即系因为嗰个系唔好嘅能量嚟嘅。储嘢可能未必系俾到你好大嘅灵感，但系你都储咗唔少自己即系创作嘅作品啦。咁系啦，喺你自己创作嗰啲作品入边，有冇话边一个系即系你嘅最爱咧？我记得我第一次有感而创作嘅嗰首歌系 PG 家长指引，系写俾梁汉文嘅。我嗰陣時覺得佢好黑仔啊，好慘啊！我就寫咗呢只歌咧，個 melody 係，即係自己代入咗落佢度，即係唔知點解啲音就自己飛出嚟。咁我好 proud of 自己寫咗呢一歌俾佢，但係做即係個 chorus 係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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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係哇玩咗先啦，唔好理啦，黑咪黑咯，即係嗰個感覺我真係好正啊，即係哇咁，而佢又中意喎，但係玩完之後啊，但你想想，雖然唱翻同一樣嘢，都唔緊要啊！我起碼玩咗一餐飽先，所以即係我啊，睇到曙光其實都幾正，起碼個身都熱咗 ，warm up 咗。即係其實呢個 inspiration 我。後面寫的那些歌其實少的，相對來說少那麼深那麼大 impact， 對我來說之後那隻叫呼吸困難都沒那麼大 impact， 即這隻歌我是、哦、不知道為什麼我會即好像靈魂出竅入了他的身上，知道他的感受，跟著寫了這樣的歌出來。另外深刻一點的就是 寫給一個女女的，但那句就寫來寫去呢，剛剛那時做的碟呢就是叫 Life Continues， 跟著慢慢才說、啊、不如喂你寫一首歌吧，我就寫了只有四句、那首歌是他長大得太快會令我覺得自己未大，他長大得太快會不會覺得快得叫快得要变坏，他长大后得或失会否把我气坏，我只想今天所想的别实现太快，就是这样。就觉得、啊、我第一次原来写的字好像都 make sense 的、哦，因為好渣啊！中文真係咁原來有時就係你要跳出你個 comfort zone， 有時喂係咯，即係佢嗰陣時啱啱歲齡，同埋真係好睇身邊嘅人。其實我好彩，即係我成日都遇到身邊好多好 supportive 同埋好 loving 嘅人。咁啊 ，Gerald 同阿 Eric Kwok 兩個 ，Gerald Channel 兩個，即係佢話咪做咯，正啊！佢話、不如你自己彈吉他啦，你 demo 都係自己彈。我話好唔掂㗎，佢 no go ahead just do it。即反正 there's nothing to lose， 即係呢樣嘢係好緊要嘅，人哋嘅身邊人嘅 encouragement， 咁我就係咯膽粗粗，而且而家聽翻覺得、哦、都彈得幾衰嘅，但係 at least I tried， 即我彈過錄咗落嚟，咁 I'm still proud of it， 即係好 proud of 嗰樣嘢。我女明明唔重要嘅，其實我自己做咗，我個人。我記得那個過程。譬如話，有冇一個音樂人或者一隊嘅製作人同佢哋合作嘅時候，會好有火花嘅？我以前都會覺得嘅。我有時咧，即係做到悶悶地咧，即係都做咗好多隻碟，好多隻碟啦。咁啊，點解我好點解同佢未合作過嘅？咁有啊，實有一啲咁嘅音樂人嘅。咁我以前就喺度諗，但係唔識解。係咪因為我唔識佢？其實。而家好方便咧，點會唔識啫？咁譬如有一次，我記得2005年，我就特登揾我欣賞 Mark 女，就特登揾 Mark 女做咗兩隻歌嘅，一隻叫阿牛，一隻叫怕死。咁
都幾正嗰個經歷。咁我而家越嚟越相信係真係緣分嚟嘅，好老禮啊講呢句，即係但係真嘅係緣分，即係有啲人你同佢冇緣分，你就從來都唔會同佢做到嘢嘅，即係你自自然然係嗰啲叫咩啊？物以類聚啊！即係你同類，你就會聚埋一齊嘅。即係好似好奇怪，點解以前咧點解可以？咦？點解可以同周迅會同佢做到朋友嘅咧？咁唔知嘅。我好好欣賞佢，跟住識咗佢之後，嚇你都好欣賞我。即係大家會有呢啲咁樣嘅，佢係啊，我哋個名字都有個信字嘅咁樣，係真係咁老土啊！因為個信都係魯迅嗰度嚟嘅。因為我爸爸喜歡魯迅，他爸爸又喜歡魯迅，所以改了一個有個信字。小黑那些是因為大家同年代，還有後來才慢慢發覺原來蛤，小黑原來是我太太的小學同學來的，都是讀軒尼斯官立小學，所以是咯，即是他們有見過面的小時候，咦，我也在灣仔讀書，我姓了室的，可能見過面都未不定，是嗎？47小學相應相應，你覺得你的聽眾又會有什麼感覺？即是有這麼多有心意的作品，究竟他們是會覺得啊挺好聽啊， Eason 的聲音好聽，還是、啊、我真的感覺到裡面的故事，你覺得你的觀眾像是哪一類人？曾幾何時都要想過、即自己有自己的 preference， 我想擁有哪一些觀眾咯， 有想過的，即是很多年很多年前即係啊！如果佢同我 click 到就最正啦咁。咁但係我而家嘅睇法就係覺得冇所謂嘅。原來你係因為中意我對大髀粗，而因為我大髀粗，你就去聽我，覺得哇！你唱歌真係好好聽啊咁。我又覺得冇所謂，即係我而家係咯。我咁你都中意啊，起碼都起碼令到你聽到佢歌啊，即係佢。很少人走埋嚟同我講係會，其實很少話真係中意我的身形嘅，大部分都是中意你把聲，唱歌好聽，係咯，其實很緊要嘅呢一樣嘢，即係我好希望，即係反而我就諗下香港呢樣嘢真係要，一係俾啲時間做 audio 嘅同事去做好呢樣嘢，因為最後尾邊個受罪啫？觀眾同表演者，表演者又覺得你哋都好似冇乜反應，其實就係因為咁啊！你諗下，如果同埋whatever， 我唔識噶，我唔識噶，亂嚟。咁即係呢樣嘢就係好緊要，令到啲人會有冇投唔投入到去睇一個演唱會或者演講會或者 whatever 表演。咁你覺得廣東歌嗰種本質係易於流露情感嘅，同埋佢本質係可以寫詞寫得好豐富嘅。你覺得佢喺而家嘅香港仲有冇應該要保留嘅價值咧？內地好多我嘅朋友佢都話：哇，真係好靚！即係繁體字，佢哋用繁體嚟稱呼繁體字好靚，即係一撇一捺一點一豎嘅，即嗰啲。好像完成了一件事咁啊！即係你諗下內地嗰、那個即係簡體字嗰、那個、那個廣字，或者個廠字嚇、啊那個廠，你可能會睇錯咗係個 root square 嗰啲 root 係嘛？數學嗰、那個數學同我講，跟我說講數學啦，咁即係你即係。他話覺得好像有缺陷啊，未完成嗰件事咁。咁我覺得是的，所以我老實講，我唔覺得，我唔會用捍衞呢兩個字。因為好像在而家個氣氛底下，用呢字好像太勁啊。我覺得其實你即係識得欣賞，咁咪繼續咯。繼續，佢又冇消失到，繼續流傳落去咯。上年年尾，我好開心可以同一個好出色，亦都好懂得靚欣賞靚嘢，而做亦都製造好懂得製造靚嘢嘅一個導演合作，就係王家衞。咁我好開心同佢合作咗一次，係令我有改變嘅個人。其實每個人都識得欣賞嘅，每個人都識得去
去鑑賞個另外一個 level， 但係欣賞好基本識得嘅。但係我覺得有時喺呢，我哋喺呢一個社會咧，太過嗰個生活嘅個步調，即係嗰個步伐啦，係啦，步伐個步伐太快。欣賞一樣嘢係需要時間嘅。咁時間對我嚟講係好似好寶貴啊！呢個社會特別，所以如果大家靜落嚟，我同黃導演相處嘅時候，就係其實大家唔使講好多嘢。同梁朝偉都係唔使講好多嘢，因為暈咗，唔係因為都有少少嘅。咁當你有時間去感受任何一樣嘢嘅時候，你就會明白多啲，即係你就會吸收多啲，應該話。咁呢個係我上年年尾拍呢部《擺渡人》嘅嗰個經歷。我而家都學緊點樣可以有啲嘢，你就因為急啊，所以咪唔會去理佢咯。即係誒，好就得啦，唔睇。咁我就希望 encourage 大家去有多啲 patience， 即係耐心啲去做呢樣嘢。我啫嘛，好似譬如我最初係唔識講國語嘅，我係去到台灣出第一隻碟，有機會出第一隻碟。咁我淨係識得和文同埋美柔嘅啫，即係當時。咁我又覺得好有趣，就係因為身邊真係冇人同我講廣東話。咁但係我係學多樣嘢啫嘛。其實我而家嚟緊我都想學日文同埋韓文嘅。我有一班係真係好支持我會買 CD 俾我，好努力咁樣用中文字寫啲漢字嚟俾我俾我睇嘅啲信。呢樣嘢我好 appreciate， 咁所以我好想即係一種交流，講翻佢哋即係可能一啲即係話，但是話伊桑唱的啊，吉馬馬士的，即係要學下啲嚟同佢哋交流。咁我覺得會好玩咯，即係呢樣嘢咯。我又有幸即係細個係讀英國嘅寄宿學校，有學過一個法文啦，少少啦。即係我覺得應該學多啲嘢。總之。你學完之後，你先去揀乜嘢係靚，乜嘢係唔靚，你先至自己篩咯。其實唔使話未學就已經話，唔中意。咁我覺得而家好多時候就係好多嘢唔中意。咁我覺得你試一下先咧，會正嘅。咁即係想我 encourage 咁咯。而家我嗰陣時成日都好想plug 國語歌嘅香港。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兩隻嘅，即係。就让我们虚伪，有感情别浪费，不能相爱的一对，亲爱像两兄妹。跟住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道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这个是 Chillam 的 ，sorry， 忍唔住要扮扮佢先。因為我覺得佢係勁過我嘅喺呢只歌，或者佢對呢只歌嘅貢獻係勁啲嘅。因為呢只歌十年之後佢攞獎啊嘛，佢唱我十年前唱都冇獎攞。多謝香港電台十大中文金曲。喺我哋開放個台俾各位觀眾問問題之前咧，不如都問一問你對於在座各位年輕人。有啲乜嘢嘅 tips 咧？你會點樣寄語俾佢哋咧？我嘅方法就係、如果有啲咩困難嘅時候咧，俾自己靜下咯。如果覺得仲係都靜唔到嘅，揾朋友傾下偈咯。我覺得呢個係好緊要嘅。或者睇人哋眼啊，我發現咧，如果你見到嗰個人個眼神。因為真係靈魂之窗嚟嘅。如果嗰個人個眼神係俾到一個唔安，你令到你唔安樂嘅咧，你唔好同佢接觸咁多。即係因為嗰樣嘢又係個 energy 嗰樣嘢。我頭先咧，我一入嚟去到後台同大家介紹打招呼，我有一個好正嘅體會就係我發覺，原來我一入嚟呢間房咧，所有我見到嘅人，工作人員又好，呢度嘅代表不同的人，所有的人，他的樣子令到我覺得，哇，這裡很正氣，
不知點解咧，我即係淨係後台咋，都未包括你哋喎。你哋出到嚟，你正型哇，勁喎！你哋即係哇笑曬咁啊！即係嗰個好緊要噶，個眼神嘅接觸。咁我就最近都係呢樣嘢好緊要。所以因為我哋其實你諗下，有時咧我哋嘅眼神嘅接觸其實唔係好多嘅啫，即係唔係停留好耐啊，未耐到你可以感受到嗰個人究竟做乜啊？你好快嘅啫嘛。其實我哋每人平時講嘢。即係少好，你逗留多嗰兩三秒，你就會唔好怕望人哋咯。望下唔係咁，當然唔係話嗰啲，即係或者你自己都要檢討一下咯。有時自己唔覺噶嘛，即係可能望人係咁樣啊，或者咁呢個人哋可能都會唔舒服噶嘛。其實好即係 sincere 嘅眼神去探討下佢究竟佢嘅靈魂係做緊諗緊咩嘅咧，係感受到嘅原來。我覺得呢樣嘢幾唔值得同大家分享下，即係呢個好好嘅。係啦，咁不如我哋即刻咧就進入我哋呢一個台上台下討論嘅環節啦。工作人員麻煩嗰位白色 T 恤揮緊手嗰位。我是那個計算機學院碩士一年級的學生。計算機學院。Eason， 請問一下，您最喜歡的中文歌和粵語歌，就是自己寫的歌，是哪兩首？頭先都講咗啦，但係大得太快。不是最，不是最中意啦，不是最喜欢，只是比较有意义嘛。哪一页有没有说，或者有没有学，有没有学？嗰只歌系意境都好强嘅，即系阿 Wyman 嘅歌词同我系咯呢两只歌，你多听一下，即系系咯，多谢你，多谢。好，我哋再问一下其他同学啊 ，Eason 你拣翻啦。那邊有我望到啊！阿黐聰後邊 ，Hello，Hello， 醫生你好，我叫阿達啦。精算係四年級，啲人話係自你之後就冇一個巨星級嘅歌手咁樣啦。包括係即係同埋作詞人都係啦。即係你當周柏豪係？周柏豪係打籃球，係籃球巨星嚟嘅咁。係咁，但係我以為你會話：，誒，周柏豪靚仔唔計啦咁啊。是但是我就即係起碼我覺得喺華語即係廣東歌啦，喺華語樂壇嘅影響力係的確係即係細即係衰落咗嘅。唔知你有冇即係啲咩方法或者係去令到廣東歌喺華語樂壇或者係全球或者係廣義嘅香港音樂啦，即係提高佢嘅地位咯。就係咁。哦，咁啊！多謝你，我睇你，我聽你歌大嘅，多謝。Thank you，thank you。我多謝曬呢位同學。有邊個唔係啊？咁啊？啱啊！我又覺得首先咧，好老實講，我真係唔係咩天王巨星，我從來唔覺得呢樣嘢嘅，都係一個稱呼嚟嘅啫。講真，其實我好唔慣人哋一講呢樣嘢，即係喺我心目中嘅天王巨星，咪就係即係譚詠麟啊、許冠傑啊佢哋，咁張學友啊咁，即係我就覺得。我咧就做音樂其實越嚟越自我嘅，因為我真係唔知道究竟係咪廣東歌真係衰落得咁緊要啊？個樂壇係咪真係咁差咧？如果你話差嘅咧，我只係覺得要揾多啲大家都認同唱得好嘅人。其實呢個係大家一路都努力緊嘅，即係唔係淨係話，即係講真啦，我都係頭先講新秀嗰度咁樣嚇，我唔知道大家會覺得陳奕迅原來係啊二十年後佢一定會一路做到好好成績，我一路唔知，唔係好知呢樣嘢，我淨係知道我繼續有得做。好老實講啊，我又冇特登刻意要唱好多廣東歌，但係。我很多朋友看完我北京鳥巢的 show， 其實那個 rundown 已經做了成兩年了。他說：哇，你唱很多廣東歌喎。我說是嗎？其實我真的不覺得，但是他說我唱了很多廣東歌，他們覺得很自豪的。但是我是純粹以歌的，因為其實我很簡單，我廣東歌的題材呢是闊很多的，相對我的國語歌來說。所以我哋揀歌要 life 嘛，要講一個 life，it's about life， 係好多唔同嘅 elements 構成，所以好自然個廣東歌就變咗佔嘅比率高咗啫。咁所以，你問我有咩做到？我覺得
即係好簡單啦。我覺得天堂鳥咧都應該值得支持嘅。即係我覺得每個人，我覺得多嘢揀咧係好嘅。不過我係有少少，如果你問我私心咧，我覺得而家嘅人嘅 taste 係差咗嘅。In general， 呢樣嘢亦都好主觀嘅。即係咪你？即係有啲人都會可以話：喂，鄭信，你今日著件牛仔褸嚇，即係深色嘅。你襯條淺色嘅牛仔褲唔靚喎。我都知道，但我揾唔到嗰條深色牛仔褲，所以先咁。咁但我亦都唔介意你哋講，我唔冇反應，唔代表即係你哋我介意咁。咁即係其實呢啲嘢 taste， 但我覺得 quality 係好緊要 ，quality 係大家識分嘅。點解講一講天堂鳥，你哋會笑呢？我誠心覺得他們是有付出、有努力去做他們自己享受做的事情，其實是自己的思維來的。我當然希望，就是為什麼，你去不去 Clock & Fab 啊？去啊，我沒去過啊。喂，有 Sick Rose 啊， Sick Rose 是什麼來的？我不知道啊，看看咯。即不要只靠 comment 或者什麼，你自己去，你真的有興趣的，你去看看。不是很嘈生晒，不知道是什麼來的。我喜歡新青年理髮廳了。哇，很清新哦。不是哦， Little Airport 差不多而已，不是 Little Airport。 不是呢，他們沒那麼多粗口啊。即其實即你明白或者說的話沒那麼厲害，不知道 你就自己去。我覺得多一點去討論，多一點去互動就可以了。其實你人生裡面還有什麼未完成的事很想去完成？哇，你很誠信哦。你都幾邪信呢？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係啦，係咪要問翻頭先啊？力手好勁嗰個。冇，我哋可以喺中間問下好唔好啊？咪睇下。哦，好啊。係你好啊，你好。我是一個公眾人士嚟嘅。公眾人士，你人生裏邊仲有啲咩未想、好想去完成或者未完成嘅嘢，好想去完成啦？係，唔該。不如咁講啦，做多啲善事啦。嗰、那個善事係包括係讓座位俾人啦，或者即係呢啲都係善事嚟，我覺得唔一定要捐錢嘅。做多啲可能同錢冇關嘅嘢咯。我媽 send 俾我一條片喺網上邊。就係嗰條片係咩咧？就係嗰啲其實世界各地都有嘅。佢哋就好容易標籤咗話，唉，喺內地更加多。其實唔係，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嗰啲朋友咧，特登翹埋咗只腳咧，就扮跛嘅，就喺度乞錢，爬住嘅有四個轆嗰啲車咁樣。我媽 send 俾我，佢話：哇，好多好多呢啲人啊！即係你睇下啦，條片咁樣，即係呃你哋嘅善心而揾食啊！我又覺得如果你不知道呢，其實是沒有壞的。你們會不會覺得很壞啊？即如果你知道他是騙你，你們會怎麼看？我反而想問一下。即你知道，哎呀，他騙人的，但你不知道的嘛，你不會去揭穿他的嘛，right？ 即你們會怎麼樣？你們拿了，哎呀，好慘啊，他，哎呀，給20元他，或者給100元他，給錢他，你們有什麼感覺啊，其實？但我看完咧，我覺得其實佢都係 inspire 緊啲人有善心啫嘛。係啊，即係你兩面睇，你一面就可以話佢係揭穿咗一啲社會黑暗面。係啊，但我而家睇法係覺得唔，其實佢哋唔咁佢揾食啫。咁可能我會諗，可能佢嘅佢叻咯，佢聰明啦，最基本佢用諗到呢下嚟呃你啲錢啫嘛。但我又覺得冇，我唔覺得係大件事嚟嘅。咁我反而覺得揭穿嗰個過程其實好核突啊！即係好咪由佢咯。如果佢可以呃你呃幾百萬嘅，咁佢叻啦，真係。我反而係咁睇，我唔知啱定錯其實。咁即係你會覺得即係仲要做多啲更加多嘅善事，係會引起善心嘅一樣嘢啫嘛，其實。咁其實我哋亦都有啲 Facebook 嘅問題啦，咁我不如我揀咗一條，其實我覺得呢個幾好嘅，就係阿 Marco 佢問咧，如果陳奕迅係一個形容詞，你覺得呢個詞語係會咩意思咧？我啊，係啊，如果你個名係一個 adjective， 你今日好陳奕迅喎，咁樣係咩意思啊？
應該都是跟瘋癲冇乜冇冇，即係一定係有關係㗎啦。即係你 short 咗咁咯，或者可能哇，你今日好邪信喎，咁係咪都係 short 咗咧？定係好跳脱啊？即係好未必係今日嘅，可能形容一個人嘅性格或者哇，你好陳奕迅。是什麼其實不如你們有沒有一個共同的答案還是唱歌好聽最和的髮型蛤、啊、深藏不露吹神 OK 不是我也覺得是瘋即是沒有邏輯、啊、Logicless 有沒有這個字的有沒有這英文系的同學有冇 logicless? No logic， 我會覺得係即係冇乜邏輯嘅呢個人其實，但係又有喎其實，即係佢有自己嘅邏輯咯。係啊，我都唔知啊。我諗係好嘢嚟嘅都，即係哇你好陳奕迅喎、啊，不過唔係嘅，睇你用咩態度講嘅啫，真係哇你好陳奕迅喎、啊，同埋係咪先？你都幾陳奕迅呢台下觀眾好可圈可點咯，我覺得陳奕迅係啊，係啊，我發覺係啊，陳奕迅係啊，陳奕迅係好可圈可點嘅嘢嚟嘅。咁都證明你嗰個人好有唔同嘅方面的。好多人都誤會我嘅，我成日講笑咧，佢哋就話我串佢。我成日好認真咧，佢係你講笑啫咁。錯曬啊！陳奕迅即係錯咯，即係。你好陳奕迅，你錯咁樣，你對鞋好陳奕迅喎，咁樣就咁咯。多謝，多謝你。我哋不如再問下台下多一個問題啊，係啊。你個問題得唔得㗎？大家都好熱烈啊。係咪㗎？好，你夠陳奕迅啊，我覺得。揾啊！哇，佢個眼神好堅定啊！係啊，我要。麻煩你，喂，你好 ，Hello Ethan， 我说国语啊，就你是台湾的国语，我是广西人，广西的 ，OK，就我今年第一年来香港嘛，就想问一下您，对于香港这个城市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地方？就如果你有什么就感觉去那个地方就特别解脱啊，或者特别快乐啊，就反正就是一个这样类似的一个解脱的地方喎，解脱。我谂佢应该讲紧好啊。好，唔该晒同学呢位问题先，好 Ethan 回应一下先。你问 Tourism Board， 问下旅游发展局啊，发展局。系啊，最近都有参与。我觉得你可以去下去一个地方登山有机会可以撞上那个周润发来到香港一次我撞上陈奕迅周润发再加一个不是我那天都有行山我那天行龙脊有个地方叫龙脊在石澳的那个地方有冇撞到周潤發啊？咁冇，但係不斷有人同我講，佢話：喂你喂喂啊即係啊啊嗰啲。咁跟住我唔係周潤發，我咁唔係我係周潤發，所以我係周潤發咁樣，即係我幫佢講咗。咁佢話：啊唔係啊，你係唔係啊？你係陳奕迅嚟嘅。我係周潤發，不過除咗帽啫，平時你見唔到呢個髮型啫咁。周潤發邊有咁肥啊？唔係，其實你好 fit 啊，你有行山噶嘛？唔係啊，我嗰陣行完山，我發覺我係唔啱嘅，唔適合嘅跑步。大家誤會咗，我老婆係跑步嘅，我係所有拍類嘅運動嘅嘢，乒乓波啊、tennis 啊、網球大師同埋呢個羽毛球，所有跑類嘅運動，我嗰日行完山之後咧，我膝頭哥即刻發炎，要睇醫生。唔知點解我平時跳跳扎冇事嘅，係行完山就發炎。所以我唔係，但係嗰啲風景好靚嘅，風景原來係你見到一啲未見過嘅香港嘅，你可以看到哇，原來石澳有間咁靚嘅屋嘅。木屋嚟嘅，
咁你呢一世都唔會住到噶啦。但係哇，好靚喎，真係嗰、那個景色好好，真係可以登登山又小心，又即係唔好曬親啊，要看天氣又小心。但係行山係係真係好活動嚟嘅，就話搞不好你可能撞到劉嘉玲添。除了周潤發，咁行山啦，行山我中意去啊，還有去離那個那些離島，那個南丫島跟那個長洲，都係好易撞到周潤發嘅喎。係咩？係啊。南丫島都係咩？係啊，其實好多地方都係啊。係啦、啊，其實都好易撞到我㗎，不過我好快咁啊走咗㗎啦。我搭地鐵嘅又，我前一發哇正啊！我嗰日喺搭巴士好正，我覺得，因為個個都掛住睇手機咧，其實冇人知道係邊個喺上，個個都係咁咯，係、好正。Anyway， 好啊，不過我哋又再揀第二題，誒點解啊？呢、這個好好，呢位頭先好，我一講 taste 呢樣嘢，佢即刻好激憤啊！呢位同學。係，醫生你好。你好、啊。咁就我叫咩名？我叫軒仔。軒仔。咁我就讀緊理學院 Year Five 噶啦，係啦。哦，即係 Science 嘅 Year Five 啦，我準備畢業噶啦，但係。咁就啱啱講到 taste 個問題，主要就係因為我覺得 taste 唔係個喺個語言個方面，而係喺個歌詞內容個方面。我覺得首歌好重要嘅就係歌詞。即係點解我無意話針對可能一啲嘅韓國嘅女團嘅歌，咁但係我哋會睇到嘅佢哋嘅歌詞係冇。咁廣東歌咁豐富，或者係咁，我想問嘅問題就係你點睇呢樣嘢咧？即係點睇究竟歌同歌詞之間呢一個嘅bonding 同埋個重要性，或者點睇呢個呢一門學問咧？同埋咧就即係陣間完咗之後你可唔可以送一首歌俾我哋現場觀眾？咁啊呢個等一陣，係哇！你佢真係好有好有好有，佢係為咗大眾嘅利益嘅。其實我覺得呢個係選擇嘅問題啫。我嗰日都經過一個商場，見到一個好大嘅電視。我好少睇韓國，我好少聽韓國嘅音樂嘅。其實日本都唔多嘅。但我嗰日經過一個好似有八十幾寸嘅一個 plus 一個好靚嘅 LED， 好高清嘅。咁我就停咗喺度，有一班女仔，啲腳係差唔多咁嘅樣。我係一個腳人嚟嘅 ，I like legs， 即係我欣賞腳嘅，欣賞靚嘅嘢。男仔都會嘅，OK 嘅。咁見到有八雙腳喺度，標準嘅動作。你是一定會停的，即是很多女士會覺得男仔喜歡大胸，其實不是，你不要說喜歡，是會好奇的嘛。即是不知道為什麼大家女士會覺得哇，即就覺得我們是喜歡大胸啊，其實不是的，不一定的，真的不是一定的，是好奇的。即如果你看到一個男仔那個褲浪是有一大塊東西，你哋會唔會好奇啊？你意思即係話，可能嗰啲譬如一啲其他，即係你見到哇，見到大笨象，哇咁細只嘅，你都會好奇噶嘛？係好奇啊，好奇未必一定係中意 Nike 啊，未必一定噶，真噶。即係你話視覺可能會影響到你聽歌嘅嗰個 experience。係，但係我自己咧就少聽，不過嗱，好老實講，講翻個公道説話，佢哋每個樣係唔同嘅。咁高清睇係睇得好清楚，係唔同嘅。佢哋衣著一樣啦，即係大部分一樣係啊。咁真係選擇嘅問題。因為你講緊嗰樣嘢係你講緊歌詞。咁我最近都好似聽，哇、啊，係咯，我睇許冠傑演唱會，我 call 翻許冠文先生，佢哋呢個係佢嘅角度啊嘛，即係佢覺得原來啊，即係PSY 嗰個係一個，即係原來佢講一個 love song 係講緊咩 Gangnam Style， 淨係講嚟講去都兩句嘢咁。咁啊，我中意女仔，我唔知道，我唔記得咗佢講個內，我冇研究過 Gangnam Style 個內容。咁呢個係一種歌，佢攞嚟即係講笑啫，但係。你問我係你聽有歌詞內容嘅嘢
或者比較深奧、比較有層次嘅嘢，呢個係你自己嘅喜好。咁喂，我行嗰個商場同埋老婆一齊，我都會即係好高清，你睇到。即係呢個係點都好正常會吸引嘅啫嘛，你明唔明啊？咁係兩樣嘢嚟嘅喎，咁你會唔會走去買佢嘅碟？會唔會咩？但係真係好悅目嘅，可能啲顏色啊、佢啲 setting 啊、各樣嘢。咁有啲人話唔係，佢一定佢係好靚咁樣。咁呢個係已經去咗另外一個層次嘅啦。又咁同點會我點會 care 佢啲歌詞寫咩啫？其實。或者如果你想嘅，你咪繼續研究。哦，我又研究有啲，即係除咗呢個之外，我睇下佢歌詞係寫咩。你睇完之後，如果你覺得因為歌詞我唔咁膚淺嘅，我唔中意，咁你咪唔中意咯。你又可以繼續，你都可以繼續欣賞呢樣。你咪淨係你揾歌詞，你咪聽我啲歌咯。你想有悅目嘅感覺嘅，你咪睇佢哋咯。咁係咯，係咁，係其實係啊，唔好混淆嚟講嘅，其實係啊。咁我哋仲有最後一位嘅觀眾可以發問嘅。你好，我係港大職員嚟嘅。我條問題好簡單嘅啫。我叫 Peggy 嘅。Peggy 你好。咁我好簡單嘅啫，條問題。你做咗歌手咁耐啦，咁多隻歌入邊咧，你有邊一隻係最唔滿意，同埋有邊一隻係最滿意嘅咧？不過我諗我呢一世都唔會再唱到嘅呢只歌。我又唔係唔滿意，我只係覺得唔需要我去唱咯。嗰只係叫做《終於一百日》啊。在華星的一隻精選碟最後就是終於不怕能再天會再次會美 Cause I miss you finally 這樣的。那你有是不是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啊，那個是啊，那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唱得挺好，我做什麼無端端唱過終於不怕能再次會美，那為什麼要我唱這隻歌來去。咁嗰陣時係因為我有少少後悔，但其實又唔關我事，因為公司嘅朋友話要唱，因為呢只歌好 hit， 咁啊精選碟咧，你就唱咗呢只歌咧，就可能佢幫到個唱片嘅 sales 嘅。咁但係呢只歌我係從來都未，咦唔係我啱啱咪公開唱咗咯，即係從來都未得去花心機去公開演唱，係啦，我唔係我唱嘅嘢咯。咁最滿意咧？最滿意係邊首作品？咁有一隻歌係我聽親我都好感動嘅。呢隻歌係喺2008年嘅一隻精選碟叫《Solidays》裏邊嘅收錄咗，係呢隻歌叫做《歌頌》。咁係一隻叫唔知有冇 plug 過，但係有拍 MV 嘅。個 MV 可能又更加埋個 MV 對我嚟講個意義重大，因為係我入行裏邊。好多好多合作過嘅音樂人都喺裏邊出現嘅，咁呢一份光榮啊，對我嚟講係唔知道一世人有幾多次嘅，即係好多佢哋都出現嚟同我，其實簡單到就係同我影一個 shot 嘅啫。所以我聽親呢隻歌嘅時候都。我講已經好有感觸嘅一首歌，咁即係證明對於 Eason 嚟講真係意義好大。點解會咁嘅？係咪年紀大咧？真係，或者可能啲 spotlight 太勁啦。回憶係開心嘅。唔係呢只歌哇！點解咁勁嘅喎？呢只歌。好多謝同學問我呢個問題，我哋即係今日係嚟帶出咗一個好深嘅。因為個歌詞好好嘅，你講啦，即係係啦，你聽一下，我其實好想即刻唱，但唱唔到而家。我唱個 chorus 係感謝永遠有歌，把心境道破。那轮动或静，谁也有情，情绪有他抚摸。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系，多谢多谢，呢只系真系好特别嘅歌。
係會令到我咁嘅，原來我都第一次。我喺隔離都 feel 到好 powerful。多謝 Eason 今日嚟同我哋分享。係啊，我哋嚟一個 round up， 不如影個相咧。係啦，我哋其實準備咗一個感動嘅時刻，咁梗係要記得佢啦。自拍神棍嘅。係啦，咁我哋不如有請 Eason 同大家 selfie 一張。好，大家準備啦嚇，五、四、三。友情爱情两边都发现亏欠，情路上系出现一枪嘅，冇错。最后已是过境迁，长街风景已变，再度想谁的脸。三秒后准备啊！那位少年又再路过时，哇！原来 selfie 都系一个好高嘅学问嚟嘅。其实咧，讲完咁多嘢，但最紧要大家都系中意听我唱歌啫。有啲吉他啫。我喂，大咪。好惨啊！你有冇？咁又唔緊要嘅，你坐喺度都得㗎，係啊，坐。如果我試下，如果係咩咧？讓我有個美滿旅程。让我记着有多高兴，让我有勇气去喊停，没有结局也可即兴，难堪的不想只想痛快事情，不是痛快事情，时间上早别张开眼睛，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宁愿让落极忘形的我，离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是不是？让我对这世界好奇，让我信自己的真理，让我有个永远假期，让我喝水也可嬉戏，从今天开始相识当作别离，时间就似活多一世纪，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宁愿让落极忘形的我，离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愿我可我沉迷或放弃，亦无可不可，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愿我可
多謝陳醫生，非常之好聽，非常之好聽。是時候要練下吉他。咁咪好高興啦！我哋今日呢一個講座啦，或者係呢一場同 Eason 一齊嘅交友啦，就係一個音樂入邊去作結啊！咁再一次多謝 Eason。我想補充一樣嘢啫。好多時候咧，好似我頭先呢個吉他，我唔好嫌我牢騷。其實好多時候，你安排都好緊要，安排好多嘢，安排到哇120分，未必 turn out 你係最滿意嗰樣嘢。冇安排，彈咗一個，其實頭先彈錯 chord， 唔知去邊。咁但係我覺得有時做人嘅嘢就係咁嘅，唔使計算得太多，冇得計嘅。有好多時候真係 go with the flow。Enjoy 個 moment， 我頭先非常之 enjoy， even 佢嘅錯處都 enjoy， 我希望大家都係喺 in life 呢個喺你嘅生活裏邊，好要我覺得係應該咁樣嘅，去 appreciate 呢啲，唔係淨得好，有埋錯先至叫 perfect 嘅。我好 enjoy 今日同大家一齊經歷呢個時間，我。今天這個衝擊給了我很大很大的 impact， 不是衝擊，這個給了很大的滿足感。我希望有機會可以在這個 call 裡跟大家認認真真地可以唱歌給你們聽。這個 call 的 acoustics 真的很好，多謝你們，多謝每一位的朋友，多謝兩位，給你們掌聲 Jonathan 和 Ming Me， 多謝你們， thank you， 多謝 thank you。係啦，我希望大家除了有一個愉快的晚上之外咧，亦都可以由 Eason 嘅身上咧，即係拎走一啲嘢咯。呢個亦都係我哋大學問嘅精神啦。咁希望大家記得好似 Eason 所講，多啲留意身邊靚嘅事物。咁再一次多謝大家嘅嚟臨，多謝。再一次多謝 Eason， 拜拜。Thank you.